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科诺，是只两个多月大的黄金猎犬。妈妈说我是活泼可爱又很有个性的宝宝。我最喜欢咬东西和跟娃娃玩狩猎游戏了。这天妈妈带我去宠物店，但我实在是太累了，不小心趴在地上睡着
这么脏吗？天哪！邻居的莲花池被你搞得这样子，回家。去，走，你去放水学游泳，走，走，放水学游泳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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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你压力很大吗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啊？